今天要讲的是啥？就是讲，也许吴善九是一个因为问政而被枪击的英雄，可是他也有可能不是哦。可能是什么私人利益的纠葛导致冤仇，人家报仇，而且可能都和伊个人的有关系哦。好，但是咱唔知影嘛，今嘛拢唔知影，是英雄是狗熊，我们不知道嘛。可是不需要把它讲到这样啊。如果到最后出来，对吴善九老实讲形象不是很好呢？哈，但是当然重点就是讲，大家感觉讲到底今嘛治安好啊唔好？是。拿军在下洞攻了，攻有道理哦，即马败坏吼，在家被偷、出门被抢，台湾是不是这严重的？那就西边的你马来西亚演讲讲啥？讲随时都要准备一把钱，为什么？交通警察都要索贿，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？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，来，我们先休息进广告。